信贷情报服务私人有限公司是专门提供贷款者资料的公司。当我们要借贷买房或车时，银行、保险公司或商家将会以评分来评估我们的借贷能力和信用，再决定是否批准申请。信贷情报内的评分是一个评估信用状况的系统，分数越高，信用风险越低。高信用评分可让我们更容易获得贷款。只要你有贷款或信用卡，都必须时常留意自己的信贷报告。如果曾拖欠电话单、宽频账单或信用卡账单等，还款记录都会被记录下来。想知道本身的信贷报告，可透过上网查询、手机程序、手机短讯和亲临办事处查询。使用手机程序、上网查询和手机短讯查询前，需先注册用户身份。那么，该如何注册呢？首先浏览网站，填上身份证号码，点击下一步，填妥个人资料后提交，就能等到一个用户身份了。你可以使用这个用户身份来查询本身的信贷报告。别犹豫了，现在就去申请吧。